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遥控测试实验机。遥控测试实验机是通过人工模拟遥控环境来测试我们公司产品抗腐蚀性。将需要检测的产品放入延误实验机中，设置好延误检测时间，开启电源、计时、喷雾等开关。我们是明星电源，一直坚守做安规产品，走品质路线。